春天在哪里？荷不丁鱼巧，荷不丁鱼巧。这里有野菜呀，让野菜变得更丰富。荷不丁炖牛肉，滑蛋炒虾仁。肉。下的不少啊，口气相当来讲比较重。锅里你看一焯，这颜色就有点反绿，来自于原野的那种味道。这是春的味道。让我们野菜呢更加有生机，让野菜成为您餐桌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亮点。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《回家吃饭》春季特别节目之《春天在哪里》。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，这里有野菜呀，这里有野菜，这里的野菜还特别的丰富。哎，反正跑调了啊。来吧，那个您做个自我介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？我叫于洋啊，纯正的东北人，然后我现在北京工作。哎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道什么菜呢？家传的荷不丁炖牛肉。我女婿特别喜欢美食，偏爱荷不丁。我今年是41嘛，基本上也吃了30年了。所以这个菜对您来说不光是应季的一个菜，这又是您的儿时的回忆。对，是这样，是。所以说说到这儿，哎，我旁边这个范大厨就非常有发言权了。所以您也做个自我介绍，好吧？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厨范九新。哎。春季里一般最常见的、就最健康的，也就是野菜，因为应季。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嘛。您看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的舒服。荷不丁炖牛肉，首先婆婆丁很特别。这个范大厨可能不一定有这种感觉。你小时候挖过婆婆丁吗？真没挖过，真没挖过。这个可能东北孩子都有这种印象。婆婆丁是用各种方式都做那道菜，但是这炖牛肉我还真没吃过。给大家一次那种尝试的机会。好，尝试的机会。对，因为这个我经常是用那种牛腩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的嘛，就正常牛腩的话是需要放在清水里面先泡30分钟，把那血水泡出来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咱们这个是泡过的。对对，是是。是不是直接可以入锅？然后就焯下水，当时有冷水焯一下。在于大哥焯水的时候哈，玩个小游戏，给二位准备了一个诗句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给二位啊说说这个诗。我先说第一句，会的就抢答哈，不会的变成声。谁为图苦，其甘如饥。哎，这您这个我还真知道，这您知道。咱们现在叫苦菜，这个是苦菜的意思。对，然后吃的就荠菜，就叫荠菜。对，这没变化。古人都在吃，没错，荠菜的历史很长。那下面就很有意思了哈，制笔南山，言采奇绝。哎，没想到哈，蕨菜在古代的时候也就经常被使用。第三句这句词儿叫采采芣苡，薄言采之。前段时间正好我外甥女就问过我类似的问题，叫车轮菜，车前草。对啊，就车前草。我现在叫车前草。哎，这有点中药的成分。对，挺不错的。还有后面这个，这句我会。您说说。我是这菜我知道。我先把诗给大家读读啊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。对，这是蒿。哦，蒿子啊。爱好不是蒿子，应该是爱好。是爱好。对对，蒿指的不是蒿子杆儿，蒿子杆儿咱那是菜。刚才我说那些诗啊，都是《诗经》当中的一些记载，但是也有一部分野菜因为改变环境的变化就消失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吃野菜的日子哈、跟其他的食物搭配，让野菜变得更丰富也更好吃。没错，野菜配猪肉啊，野菜配牛肉啊，野菜配羊肉，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肉。能吃点素的吗？不行，素的这吃不下去哈。炖的时候要加入开水，这个不用冷水，因为用冷水的时候它那种口感不好，比较硬。哦，这再炖要炖多久？先用大火，然后给它烧开，然后转成小火炖1个小时，相关的这种香料加进去。下的不少啊。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我口气相对来讲比较重，有的女口轻的话还少一点。东北人。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环节需要注意，牛肉被炖熟的之前不要放盐，盐是最后放，要不然也影响口感。这是我们东北常见的炖肉方式，很豪迈，很不错，很豪迈，很不错。这个哎，说到吃野菜哈，我们范大厨作为您一个专业点的厨师，您是不是不太希望别人点野菜？因为野菜便宜嘛。这说错了，野菜现在真不便宜。是吗？对，第一它有季节性，不在季节的时候最好不吃。好多野菜大多数可以入药的，适量的吃，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。
当然您这如果有什么病，可能对这个身体会不会有不好的病。野菜应不应该吃，应该怎么吃，来吧，咱们听一听专家讲一讲。首先呢，吃野菜要注意来源，就是说你不要自己跑到公园啊，甚至厂区啊，或者居民小区的这些绿地里边去挖野菜，因为这些野菜是有可能撒过比较毒的农药的。最保险的办法呢，还是去菜市场买这种专门的农民提供的野菜。第二呢，野菜首先一定要注意清洗，因为很多野菜啊，它都在野外嘛，然后没有人工的呵护，上面有比较多的这种灰尘啊、脏东西。大家可能也会发现，很多野菜是有苦涩味的。植物为了抵御病虫害的侵袭，它会分泌一些物质，这些物质呢有苦涩味，对人体健康可能是不利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在做之前用开水焯一下，那么可能会去掉相当的一部分。炖了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，那咱到底什么时候该放婆婆丁呢？婆婆丁就是说，首先要洗净嘛，第二步淡盐水再泡一小时，把婆婆丁里的一些杂质啊、一些细菌、一些不安的因素，我们尽量把它避免掉。第三步是婆婆丁也要像焯牛肉一样重新焯一遍水。哦，再焯一遍水。对，明白了。好，那咱们可以处理这婆婆丁了啊。处理好了婆婆丁已经拿上来了。哦，来来来，然后为了节省时间，这儿怎么还一盘呢？是是是，就是处理好了。哦，凉水下锅。是凉水下锅。嗯。那我们焯一下是不是？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时间不能焯太长，焯太长就老了嘛。然后马上我就可以进行下一步。好，接下来该炒制它了吧？是是，我看一下肉，没问题。哎哎，然后现在应该加一下盐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加盐才能把这种酥软的感觉做出来。哦，就不能提前加。对对对，我弄到没有那料，没有料就拿掉。切一下葱花。葱花。好，来葱姜蒜，葱姜蒜放进去爆锅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牛肉，把我们炖制好牛肉，炖制好牛肉放进去，然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干辣椒，根据个人口味吧，对吧？哇，看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，对我们还是口味比较偏重。嗯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好的婆婆丁。哦，八巧，倒一点八角，倒一点八椒，然后还有我们准备好的这个五香粉。五香粉，哦，一点就行。哦，充分混合的情况下，就可以放入生抽，放一点生抽。哦，可以。也是不熟，对，炖牛肉的热水还是热水，然后稍微没过肉和这个婆婆丁，还需要有一个炖的过程。炖的方式，大概炖多久？收汁之前就把火关掉就行了。这个二位都对野菜特别了解，咱们能不能介绍介绍什么样的野菜适合什么做法？因为这个除了婆婆丁以外，还有个荠菜，口味它稍微有一点甜，是可以干拌的。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村在溪头荠菜花。哎，那这个说到这儿了，范大厨有记忆深刻的野菜吗？也太多了啊！对，我记忆特深刻的什么菜？叫榆钱。哎，有一股甜甜的。对，榆钱是甜的，对，它是甜的。嗯，所以这个也是适合怎么做呢？齐树杈的撸下就往嘴里扔，就该吃。哦，对，当零食。这个榆钱可是特别有古诗为证，有证据。这个风吹榆钱落如雨，绕林绕屋来不住。哦，就是说芋圆特别多，哎，我提一个吧哈，这个蕨菜，蕨菜可以做蕨菜扣肉嘛，啊，这也是我们就是在过年过节时候，有的时候也把它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。那有合适的吃吗？那当然有了，见笋蕨芽甜如蜜。哎，就是说蕨菜的芽就是到了春季特别的甜，是是是是。哎，我再提一个，就是野韭菜，野韭菜不就是韭菜吗？哎，对，自古有话说，这个三月新酒贵如肉嘛，对，所以这个春天的韭菜的味道也够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营养的元素也是最好的，所以说春酒是最好的。所以说说到韭菜有适合什么，我那我就不用多说了。对，韭菜鸡蛋饺子蘸大蒜，韭菜炖猪肉，韭菜炖牛肉，韭菜炖羊肉，对对对对。来，我们聊着天哈，看这汁收的差不多了。现在可以了，可以关火出锅了。好，可以装来吗？哎，现在汁正好。哎，这个菜咱们就做好了哈，咱们尝一尝啊。没错，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尝一尝。好好好，俗话说得好，好菜得配好饭。嗯，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福临门稻花香米饭。没错，所以咱们一块尝一尝。好好好，哎，大哥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放在厨房。哎，谢谢。来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你来一个。好嘞，得嘞，你给我来口菜，得尝一口菜。哎，起火。哎，到我了，我多来牛肉。这菜要不要就无所谓了。哎，菜来一点点啊。重点是吃牛肉，我尝尝这味道。嗯，味道够重，是东北味儿不？嗯，
这个辣味有点浓。家里人都能吃辣，所以我的口味慢慢也变过来，调过来了。感觉这个菜还可以再进步，嗯，还可以再不错，还可以进步。我觉得这个搭配的很好，肉跟菜的这个搭配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个菜放的比较少，我估计是为了照顾你了啊。对，其实菜的比例再大一些，哎，这个荤素搭配、营养搭配还是很好的。所以这个菜呢，很适合我们在这个季节里吃。对，不知道婆婆丁怎么吃，您就可以用我们这个于先生这个办法啊，好好的这改良一下，在家里做一道这么个野菜，跟家人分享分享。嗯，买米买面，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买来的婆婆丁先洗净，洗净之后泡一遍水，把牛肉切块，开水锅里边把牛肉放进去，同时把香叶、桂皮、八角、花椒和生姜全部放进去，大火把它煮开，然后转小火炖一小时，直到牛肉酥烂，再加盐。热锅冷油，葱姜蒜末放入锅内爆香，干辣椒和牛肉婆婆丁、花椒、五香粉再倒入锅内翻炒，最后要加一点生抽，热水转到小火，汤汁快要干的时候就可以关火。广东一带是见不着鱼馅的，为什么会这么搭配？淀粉加水搅，自己在这城市老不行。我告诉你，滑蛋你为什么炒不好？让野菜成为您餐桌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亮点。春天在哪里呢？春天就在这道菜里，东北春天的感觉。对，我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。那方大厨，您就请操作吧。好，我到这边。哎，滑蛋炒虾仁，那就是虾仁，这么着咱们给它片一刀就行。滑蛋炒虾仁，然后加鱼馅，这个算不算改良创新？绝对算。广东一带是见不着鱼馅的，所以他们看这期节目可能会生气哦。他们会觉得，哎呀，这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。哎，您可不能就是说光夸自己哈。您想，您说说您为什么会这么搭配？滑蛋虾仁有滑蛋虾仁的一些特点，怎么才能炒成滑蛋？而且鱼馅的清香和微甜可以这个菜成为一个互补，不是吹吧？这当然不是吹了，这不是吹吗？对对对，咱们今天看看范大厨会不会打自己的脸呢？不会，不会。咱们这个鱼馅经过清水浸泡，浸泡的时候呢，也是为了去除它那个表面的一些这个灰尘呐什么的。而且咱们这个洗鱼馅有个窍门啊，面粉加水搅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它这个表面的一些灰尘啊、杂质啊，这些都去除干净。把它捞出来，水开了啊，一定水开了，加了点盐。散在锅里面，这个咱们在这个锅里头，你看一焯，这颜色就有点反绿，不超过半分钟，马上就得出锅。哎，对，因为它很细嫩，你现在可以闻闻这个水，它有一股那种清气味。哦，还真是，这是来自于原野的那种味道。这是春天的味道。春的味道啊，对，咱们这个虾仁处理也有个窍门啊，这个锅烧热。这处理虾仁，咱们北方可能不太会。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跟方大叔学一学。咱们来点葱姜，就直接放在这锅里。一下，哎，料酒一点儿，炒的那个虾仁你看有一点儿炖生的状态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我们来加一点水，热水，对，很少的就够。这个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变相的水滑，这样呢把这个虾仁的这个腥气味啊去除掉了，而且呢这个炖生了。哦，我们是这么炒这个花蛋。这个虾仁咱也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就该拿碗来准备蛋了。五个蛋，嘿。五个，哎，咱们只有得要三个蛋黄，两个全蛋，这么精细。对，为什么你看这个滑蛋啊，就它特别嫩，我就自己在城市好像老不行，全都是用全蛋。蛋黄多一些的目的是为了颜让它颜色更好看啊，那就是我没做好，就是你没做好，哎，这个话解释得很对啊。搅鸡蛋没什么特别啊，对，但一定要把它搅到这个散开，这个多搅一会儿。你要老师傅讲，搅鸡蛋100下，100下。老师傅这么说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科学道理。老师傅这个算是一个俗语，这么传下来，对，传承下来的。对，中国就有很多语言都是这么传承下来的语言，而且有些俗语还专门形容一些野菜的，像3月3。地菜似灵丹，就是到了3月的季节里，春季了，地的野菜跟灵丹似的。原因就是您说的，它有很多药用的这种原因。您知不知道这些俗语呢？多，这太多了。苦菜花香，常吃身体，硬邦邦。我就是吃太少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把咱那个鱼馅把它给沥出来。哦，再沥一下，把这水就不要了。这个我告诉你，滑蛋你为什么炒不好？第一个窍门，这个没人跟你说，肯定。哎，对，这是花椒酒、黄酒都可以。本身我有时候那个鸡蛋炒完以后有点那个腥味，是不是也是？它这个酒呢，不光起到去腥的作用，它还能让这个鸡蛋里边这个蛋白质迅速凝合，所以你炒出来蛋就会比较嫩。哎呦，你说这咱不知道的这种秘密都告诉我们了。对，该告诉你的还是要告诉你吧。哎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第一次倒油是涮锅。
我们这个第一次造油啊，就是要涮锅油哈，这次的油我们不要，因为这个油进去之后很马上就很热，你第二次再来倒油。然后呢，借着这个油还是温的，赶快下锅，下锅之后马上开始推。我看这个，不要让鸡蛋成，不是那种瞎转圈推，您慢慢推。而且呢，我们一直在用小火，看这鸡蛋稍微有点定型了，对吧？哎，这时候我们就把虾仁放进去。哦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这么炒，把它裹进去，哎，裹起来，然后帮我把那个鱼片也给我拿过来，行，咱们来把鱼片也放进去，我们来调点味儿，盐，再点点底盐，糖，很少，合味提鲜，放点糖，我们再炒一炒，这个鱼片的清香味和香甜味，嗯，这个时候就和这个鸡蛋和虾仁融合在一起了，互相不抢味儿，还能互相补味儿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，哎，今天也是照顾你，我们虾仁放的多，嘿，这绝对是照顾你啊，这绝对照顾，要不然这个正常这盘蛋里头我们也就放五六个虾仁，你怎么那么抠啊？因为它这个虾仁不是主要的嘛，啊对，咱们把鱼馅呢，就是再用个别的方法再给它操作一下，让它还能有一种吃法，哦，装饰一下。嗯，那边油，你要把锅烧热，然后你帮我倒点油啊，好，热了之后你帮我倒油。嗯，好，我们把这个红的撒在上面，为了装饰性的去。然后等一会儿呢，我们把剩下那点鱼片啊，咱们撒点盐，上点底味儿，抓一抓，把这水分再抓出来。哎，然后咱们这个面粉，尽可能的让面这跟鱼片都裹在一块儿。哎，就是让这个鱼片尽可能的散开。哦，试一下哈。哎，咱们油可以了，可以，这得快点。哦，来你尝一个，哇，香酥爽脆，酥脆酥脆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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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脆干嘛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上面配点香酥的，这样呢吃起来呢又有香酥的口感，又有滑蛋的那种滑嫩的口感。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，我们公筷给大伙加一加，来来加一个酥，哎，得嘞啊，你看这蛋炒的，来蛋，行行行，我头一回听自己夸自己，对，我得夸夸自己，加茶叶，加一下啊。那我呢，我都得加点，你主要多来点虾仁吧，对，我多来点虾仁，毕竟虾仁算肉嘛。味道不错，哇，吃过这么滑的蛋吗？很狡猾的蛋，哇，滋溜溜的就钻到舌头里了啊！哇，这炸的也恰到好处，酥脆，怎么能这么好吃？有清香清香的感觉，它怎么能这么滑？怎么能这么嫩？主要是跟鱼馅的搭配，我觉得是互补。这虾仁很嫩，嘿，我还是说鱼馅的事儿吧，先。这个鱼馅在滑嫩之余，口感的变化，哎，有一种清香味，哎，清香味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互补。大厨到底是大厨。你鱼馅用面粉加水搅拌清洗，泡在清水中，锅里烧热水，水里加盐，把鱼馅进去焯水，30秒左右捞出。虾仁洗净，去掉虾线，锅里放底油、葱姜，虾仁放进去煸炒，炖生之后烹一点料酒，加入一点热水，完全成熟之后捞出备用。取3个鸡蛋的蛋黄和2个全蛋，搅拌均匀，一勺花雕酒备用。热锅凉油，把鸡蛋倒入锅内，鸡蛋有一点定型之后，加入虾仁、鱼馅，加入少量的盐和糖，翻炒均匀，出锅装盘。烧油锅，剩余的鱼馅用面粉包裹，下入油锅中，炸成酥脆的感觉，撒在炒好的鸡蛋上面，再切一点红椒丝撒在鸡蛋上就好。在春天的时候，你要吃到这么一道菜，真的是春天来了。春天在哪里？春天真的就在这道菜里啊。春天的意义
就在这里，感觉是一个收获特别大，有跟我之前做法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有一种北方人嘛，对，吃这种南方菜感觉相对来讲比较细腻，而且这种一种清香的感觉，能吃出这种层次，吃出春天的感觉。是是是。哎呀，确实啊，今天吃野菜让我有两种不同的感觉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像于大哥这样，我们要碰上这个味道比较重的菜呢，我们适合跟肉食搭配。对对对。哎，如果是有这种清香感的菜呢，跟一些清淡一点的菜搭配，哎，让我们野菜呢更加有生机，让野菜成为您餐桌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亮点。